去哪儿遛，开播在即，萌娃惹网友猜测，为什么没人猜村长？终于在大家的期待下，芒果官宣爸爸去哪儿遛要和大家见面的这一季的萌娃星爸，不知道会不会打动到您呢？从13年爸爸去哪儿开播以来，就受到了不少的关注，这一路走来已经伴随我们走过了五季，而每一季的爸爸和宝贝都会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。这次大家望穿秋水，终于等到了官微的宣布，爸爸六集将要和大家见面了。而具体到底哪些人还没有公布，只是放上了几张呼声比较高的明星和萌娃的照片让大家去猜测，这真的是吊着大家的胃口不放。但是毕竟这档节目一路走来还是口碑不错的，所以第六季还没开播就已经呼声很高了。爸爸去哪儿在节目里面诞生了不少让大家喜欢的宝贝和爸爸，但是对于村长这个职位来说，大家好像并没有过多的去讨论，因为这五季以来爸爸和萌娃在不断的变化着。